好，你告诉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啊？我想解决我舅妈她肝癌的问题。我看到那个，好像，日本兵呐，早年那个好像在日本同中国打仗的是个日本兵呐，排着浩浩荡荡的那个队伍啊，在走啊，浩浩荡荡的队伍啊，都是扛着枪，但是呢。但是这个场景呢，有点看起来有点不真实啊，有点不真实啊，因为那个排着队往前走的，好像是太密集了啊，密度太大了。你比如一条路上，比如说那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啊，人走路啊，好像不应该有。不太可能有那么多的人，就一排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像一排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另外一排有也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然后好像，然后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因为那个一排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人的路啊，因为当在那个战争年代好像不太可能，一排排那么多。你原来看我的历史的话啊，不，你看我的临牌案例的话，原来不是说那个有的病是由甲离子引起的吗？现在我们不知道，就先提醒一下，有可能把历史事件搞错了，或者想象错了，也会引起疾病的啊。我们现在我看的第一幕就看到那个太多的那个境内里边人了啊。我提醒了你这句话以后呢？你也就想到脑袋里也提醒想到这个啊，好像人数太多了吧？你说这句话啊，什么？好人像数太多了，哎，对，好像人数太多了吧？好像人数太多了吧？哎，对，哎，提出疑问来了啊！你说，一般来说去打仗的时候啊，并排走三个人的话。那条路在当年应该算有点规模了。我说，哎，对，你说这句话就提出疑问来啊。在当年打仗的时候，好像三个人一排，人数已经足够多了。啊，对呀，因为那个你走路的时候，你不像是单独我们学校里面走路啊，因为他拿着枪那个竖着开才行的，是吧？你拿着枪的话，不能紧挨着人，不然的话你这个刺刀，这边的刺刀会碰到旁边的人呐。然后你说，对，你脑袋想到就想想这个合理性啊，想这个合理性，你别跟着我的节奏，然后我们看多了一遍那个，以后就知道素材了啊，你想。因为他不是单独的走路啊，军队里的人肯定是带着那个武器的啊，带着那个武器的啊。那么带着武器的话，你枪支类的话，你肯定要竖着的，不能一个人挨一个人呐、啊。如果一个人挨一个人的话，那么就是枪会从这个人的枪头会碰刺到那个人身上了，就是你转不过来的是吧？因为那个是个打仗的话，几十年前的事情了，不太可能，不太可能有这么一个情况，啊，对，你现在说这句话，不太可能这个情况，通常有这种情况。哎，对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好像应该说看了电影或者什么看了什个书里边以后啊，把这个想象出来，就想象成什么？他躺在地上啊。很多人从他肚子上踩过去啊，很多人从他肚子上踩过去啊，现在就是像肚子被踩的感觉，哎，好像那个肚子啊被踩的感觉，哎，你可能看着，我感觉好像你看到案例不太多，看我平时案例，就像一个人呐、啊，躺在地上不断的被人从肚子上踩过去啊，然后好像整个腹腔都有问题了，踩出来。就相当于他人躺在地上，然后不断的被人踩打过去啊，不断的人被人踩打过去啊，从他身上踩过去啊，
哎，是这样的感觉啊。然后呢，你听了我这几年，我看你的表情，我为什么在那看看摄像头呢？看你的表情好像，像在云里雾里的啊，云里雾里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。哎，那我现在举个例子跟你讲，因为你因为开着没有临牌开之前是不知道发生什么啊，突然发现，好像是一个假历史有关的。那么你对假历史有关这样的案例呢，就比较陌生。那我只能就举个例子给你听啊，是个河南的有个人。有个人的那个爸爸呢，他得了那个肺癌，一直疼痛啊，然后找我临牌了。找我临牌的时候呢，我上来第一句话，我说你爸爸后面有那个，三个人啊，这三个人呢，很遥远很遥远的地方来的，但是呢，就不是叫你什么亲人，也不是你们家的什么，有关系的人啊。再看下去的时候，看到三个日本人，让三个日本兵呢。看那三个日本兵呢，然后从他背后啊，用那个刺刀啊，刺了他爸爸那个后面刺过来，刺到他那个后背刺过来，然后刺到心脏和肺的部位，然后这个左边刺了一个，然后右边也刺了一下，然后前面也刺了一下啊，大概是这个情况。后来一看，原来他家里人看那个抗日神剧看多了，你知道抗日神剧吧？就胡编乱造，就编了一点日本人那些故事，编出来，瞎编出来的，瞎编出来以后，就让日本人的灵魂呐，感觉这胡编乱造的，然后那个阴间的灵魂呢就过来刺过来了，刀啊，刺过来了呢，后来我叫他女儿。认错啊，替那个爸爸向那个日本兵的灵魂认错，认错以后呢，你认错了，那么日本兵的灵魂就离开了啊，从他那个后面离开了。离开以后呢，他就马上去医院了，因为他家里离医院只有十几分钟时间。到了那边一看，问他爸爸现在怎么样，他就说，说突然那个后面不痛了，原来是一直疼痛啊，所以就用那个用很大剂量的止痛药，但止不住，已经最大剂量了，不能再多了，因为那个那种毒那个杜冷金这一类的药物啊是有成瘾性的嘛，是最大剂量了，但还止不住痛，突然不痛了，不痛了，先硬接就是把那个刺刀拔掉了嘛，就不痛了嘛，不痛了以后，突然那个他那个爸爸对他女儿说。你帮我那个主下庭的副顾客那边按摩一下子，他说我感觉那边有点堵啊，然后他那个女儿帮他那个爸爸那个腿大腿的根部那边按摩了一下子，他说我这条腿痛了，然后过了一会，他说你帮我右腿按一下子，按了一下子很快就痛了，他那个腿的问题是什么呢？他没有告诉我啊，是因为那个你心脏血液回流啊。回流过去，你如果一个刺刀刺在你心脏里边的话，心脏瓣膜就肯定灌不过去了嘛，血液回流受阻碍了嘛。那么血液回流有阻碍的话呢，下肢的血液就上不来，就堵在下肢那边了。所以他叫他你要给他按摩一下子啊，大腿那边按摩一下子，腿的血液上来了，痛了，然后那个右边按摩一下又痛了，那外力一离开，就好了呢。这个就是同你那个情况很像，他的情节呢，他认为那个当时打仗的时候来了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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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日本人啊，来了很多很多的日本人，他认为啊，他那个可能看到那个电视剧，看多了，或者看到那个胡编乱造的那些抗日神剧，类似这样的啊，所以呢。感觉很多很多的人呢、从你那个舅妈身上踩过去啊，现在就踩上了肚子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就是就像我上次排的那个肺癌那个人一样，一看搞明白了，没有那么多日本兵过来啊。你现在你要对你舅妈说啊，没有那么多日本兵过来。即使日本真的。有很多人打过来的话，他们也是分散到各个地方。其实很多日本人打过来也是会分散到各个地方。对，
了各个地方啊。你说不可能那么密集的人在一个地方从你身上踩过去。不能有那么多人密集的从你一个人身上踩过去。哎，对，相当于相当于他被那日本鬼踩了啊。这个那么多的人哪里来的呢？他是想象出来的。啊，那你先要告诉你，先要告诉他，告诉你舅妈啊，没有那么多日本兵在密集的在中国同个地方。没有那么多日本人在密集在中国同一个地方。哎，对，你先告诉，告诉那个你舅妈啊，相当于你想象的啊，要告诉你舅妈，然后呢？哎，你如果日本有那么多的日本兵过来的话，那么每个人踩你一下的话，那肯定把你肚子踩烂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日本兵过来的话，得把你的肚子踩烂了。啊，你，然后你对他再说句话，你希望不希望有那么多的日本兵从你肚上一个一个踩过去啊？对啊，你这么一句话，然后你说，而且我看了史料，历史材料，史料的意思，而且我看了史料，中国共产党打到的日本人总共才800多个人。哎，对，他总共打到的啊，总共打到的好像是851个人。哎，这个有没有信的？那个，资料上有。爸，他一说只有851个人了，才800多人了，他感觉到啊，突然一下子感觉到他这么一个真相，这么一个真相，告诉到你舅妈以后，好像，这么一个真相告诉到以后，他好像一下子眼前看到的就没那么多人了。因为他原来那个认为的，认为的人很多很多啊，认为的很多很多的话，那么他就是一排8个人，长长的队伍就看不到边了，看不到边了。后来现在是说那个共产党打到，才800多个人呐、总共说打了这么几年才打到800多个人呐、这个从他原来认知的，他认为的那个人数相差太多太多了。现在就这么一说以后啊，他眼前看到的，他认知的，感觉那个数字同原来不一样了啊，没有那么多了。原来就认为的很多很多啊，认为的很多很多，现在没那么多了，没那么多了啊。然后你继续对他，确实没有那么多啊，就是没有那么多。然后，你就慢慢先一方面同他澄清事实，一方面再开导他啊。如果有那么多人从你身上踩过去的话，确实每个人留下的重量很严重，就像人踩过去，人是走了，但你踩伤的还留在那边呢。而这个踩伤都是由于这个类似由于重量引起的啊。你说如果说你真的认为有那么多日本兵从你身上踩过的话，确实这个问题很严重。因为你刚才说的那句话以后啊，没那么多的时候，就好像你那个，你那个舅妈一下子好像那个人松开了，人舒展了很多啊。原来人都踩都快要踩的那个，这么多人的重量放上去的话，都要把它压扁了呀啊，压扁了啊，压扁了。现在你一说一个没有那么多啊，也就总共也就共产党也就打到了800多个人，那么加上国民党。你就说数字算度算一点的话，也不可能在同一条大路上看不到病了一排8个人在往前进呢。你这么一想以后，你舅妈好像慢慢也反应过来了。然后你现在对你舅妈说，那现在我们要不要向那些日本兵认错呢？我觉得
你不认错的话，他会盯着你不放的。你不认错的话，他会盯着你不放的。这个时刻，好像你慢慢，你那个舅妈呼吸好像呢缓不进来了。你想，如果说腹腔被踩烂了，又有腹水，又踩着出血，或者这个组织坏了，那个组织坏的话，那就呼吸都困难了。那么现在的情况下，一下子好像没那么多人过来啊，没那么多人过来，也没有那么多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的时候，好像一下子呼吸也松弛开了啊，松弛开了，然后你说，因为刚才的我们做的事情呢，相当于像那个舅妈开导了这个事啊，开导了，开导了以后呢，然后，然后啊，你正在想建议你舅妈要认错的时候呢，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只鸡飞过来啊，一只鸡飞出来。然后你跟那个你舅妈说，如果日本人每个人抢着鸡的话，你说要有多少的养鸡场才够他们抢啊？如果那么多日本人过来抢鸡的话，中国会有多少养鸡场需要送给他们？哎，对呀，又觉得不合理了吧？因为他原来看的那些，看的神迹这一类的，就看到好多的那个。人有很多，然后抢这个抢那个啊，那么就那么密集的人过来的话，你哪够他们抢啊？那你要在当地要养很多的养鸡场，就遍地都是养鸡场才够那么大的部队的这么大的人数的人来抢啊。那么这个时刻，现在你说你因为看到你舅妈思路慢慢对头了啊。对头了，然后你说你对他那个日本兵说啊，现在我替我的舅妈向你们道歉。现在我替我的舅妈向你们道歉。我们不应该看那些抗日神剧。我们不应该看那些抗日神剧。对，我们不应该如此的丑化你们。我们不应该如此丑化你们。关键问题是，丑化了，丑化了以后，有时候我们不是说意念会带来什么东西，你想什么来什么，怕什么来什么，那么你越是想，有那么多的日本兵，曾经到了中国来打仗，那么就相当于那么多的日本兵，从那渡江踩过来啊，然后你这样一说以后，认知到这个问题，然后又像那些日本兵，日本兵一认出以后呢，哗一下子。好像渡出来的人一下子，一下子都离开了啊！踩在他身上的渡移的人数啊，然后你再说一个事情啊，你再说一个事情呢？你说我经常听人家说，一个县里面一个或者十个日本人呢，就可以把一个县管理下来。听说，一个日本人，或者十个日本人，他们，就可以把一个县管理下来。合理性吧，想想一下，从这个角度来想也是不合理的啊。然后你再说一个，如果一下子涌出来那么多日本兵，他们吃什么呢？喝什么呢？如果一下子涌出那么多日本兵，他们吃什么喝什么呢？对，这么想呢，好像越来越合理，越来越合理的话，这个时候我看到你妈妈就你那个舅妈就站起来了啊，原来好像那个躺在地上。
我同他拼了！你们来那么多人，你们来那么多人，我要我的身体来挡住你们的路。好像人太多了，看着那些看着神经一个，看着日久不人不人，那么多日本兵呢、啊，那么多日本兵来过来，我要挡在地上，把他们路挡住，不能让他过来，就相当于一年当中要挡他路的时候就被连接了，那么多日本兵一个一个从渡站踩过去啊，现在口没喷的没有那么多啊，没有那么多，没有那么多，他好像，好像没有必要用自己的身体躺在地上被他们踩过去的那种感觉啊。哎，慢慢明白了哦。你说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了啊。这个妻子说的话就相当于代表你舅妈说的啊。我现在越来越明白了，在同一个地方不可能有那么多日本兵啊。在同一个地方不可能有那么多日本兵。如果真的在同一个地方有那么多日本兵的话，中国也不可能取得抗战的胜利。对，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的话，我们打都打不过来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的话，我们打都打不过来。对呀、啊，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嘛，好像这个合理性上也，打也打不过来，就觉得合理了。因为那么多人要需要打，然后你说现在慢慢明白了，原来我们看那些抗日神剧啊，上当了。让我自己吞下了苦果，让我自己吞下了苦果，吞下了苦果。对，吞下了苦果的，对，这个吞下了苦果呢，两层含义啊，一个他自己感觉受了很大的伤害，这个认为的受的伤害呢，就是因为看那些抗日神剧，有认为那么多的日本兵。的话，那他觉得心理上受到伤害了。另外一个伤害，因为他被踩了嘛，相当于那被踩了以后，在治疗过程当中啊，他要吃很多药，然后要化疗，要做这个治疗，用那个治疗啊，治疗过程当中对身体又是个伤害，三重的伤害，不但那个自己看的时候受到伤害，然后被踩的时候受到伤害，然后治疗的时候又再次受到伤害，你说这样看来，看这个抗日神剧变得自虐了，就自己虐待自己啊，自己自残自己啊。你说这样看这个抗日神剧的话，就自虐了啊。看抗日神剧的话，等于自虐了。对，要明白这个是自虐了。现在还有一个要明白一个道理啊，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日本兵来的话，我躺在路上挡他们路，根本挡不住的。人家现场的以我的血肉之躯啊，要挡住日本兵的侵略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用我的身体去挡住日本人的路是不可能的。对啊，这个就是啊，你有那么多的人，那么密集的人过来的话，你躺在那边的话，一个长度都不够八个人，不够八个人的宽度吧。你根本挡不住，怎么可能挡得住呢？你挡着这个挡不着那个，你就是按一个宽度说，人躺在那边，八个人走过去的话，你头部和脚部都得有人穿过去，根本踩不完他的身体啊！然后你要再说一个结论，我们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事情的话，都不是合情合理的。对，然后，说了一个，不是合情合理的啊。然后这个时候，你同你舅妈说：“你起来吧，不要躺在地上，躺在地上，也是成了一个笑话。”起来吧，不要躺在地上，而且让别人看是个笑话。你一个人也挡不住那么多的人。而且确实也没有那么多的人。一向是对的啊，
然后你听那个舅妈说，我怀疑你这根本没见到过，日本兵。我怀疑你根本没见到过日本兵。对啊，你现在又自己把自己送在路上，自愿被他们踩踏，这是自作自受了。你自愿躺在路上，让他们踩在你的肚子上走，那是自作自受啊！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对啊，这么一说以后，你那个舅妈终于起来了啊！自己，你一开始扶着她，扶起来以后，好像她自己往后一退啊，一退啊，站在那边一退啊，然后你说呀，你说大爷都是纸人嘛，纸张的纸张住的人，你说呀，那么都是纸人嘛。那些都是纸人，就是原来不是好多那个部队的很多人呢，从他身上采过去嘛。对呀、他当真了，真以为有那么多啊？现在就相当于把他叫起来，扶起来一看，再仔细看的话，原来他们是纸头住的啊，纸张住的。原来他们都是纸人住的呀。对呀、都那些都是纸人呐、不是，不是真正的人呐、然后你要多少啊？你说想象当中有那么多的日本人，如果真有那么多日本兵人的话，就光是纸人的话，压在你肚子上也压出毛病来呀。如果有真有那么多的人的话，就算是纸人也会把你压出毛病啊。对呀、因为他在想象当中日本人太多了嘛，太多的话，那么就是那些都是那个纸人嘛。都是那种纸张做的人，那纸张也有重量的嘛。然后你想象人有那么多的话，你其中把那些纸人压在你身上的，也是压出毛病来了啊。然后你说，原来你想象中的日本人，原来是来自阴间的纸人呐、想象中的日本人，来自阴间的纸人呐、但是这是纸人的话，如果阴间过来的话就麻烦了，相当于你。你舅妈身上来的人，实际上不是阳间人，是来自阴间的啊。而阴间的那些是纸人呐、但只要阴间有东西过来压到身上，就会出毛病。然后你要对你舅妈说，我们赶紧把那些纸人把他送走。我赶紧把这些纸人送走。就相当于就是自己的认知出了差错以后，意念当中招来了阴间的东西啊。说到底就是来自阴间的东西，而不是阳间的东西。我们看了阳间的电视，然后招来阴间的东西，而阴间的那些是，纸张住的那个灵魂很多很多啊，纸张住的那些日本兵呢。我们说万物有灵，万物有灵嘛。这个一搞以后，脑袋里就自己吸引来了那么多的纸人压到你那个舅妈身上啊。你说你对你舅妈说，我们一起向那些纸人说对不起啊。对，一起，向纸人说对不起啊！我们不应该丑化你们。我们不应该丑化你们。对，我们不应该丑化你们。我们不应该丑化你们。然后再说句话，如果真的有日本有那么多人打过来的话，早就，中国啊，被日本人统治下来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日本兵统治了中国的话，那我估计啊，中国的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啊，见识的应该同日本差不多了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日本人打到中国统治中国的话，从南到北，从东到西，都是日本人的建设吧？然后也建设的同日本差不多了，建设的也同日本差不多了。我们也没有必要专门跑到日本去旅游。我们没有必要专门跑到日本去旅游。而且，我们想去日本去旅游的话，不是每次都拿到签证。
也不是每次都拿得到签证，是要拿签证，但不一定拿得到，就是这个意思啊，不一定每次都拿得到签证。哎，对啊，就像就是啊，如果真的日本比如把中国控制下来的话，那么日本统治一个慢慢方方面面的建设同日本差不多的话，那么现在这个中国也很发达了啊，不像那个现在的样子了。哎，这么一想的话，哎，对啊，又从另外一个方面，考虑到他那个抗日神迹的不合理啊，如果真的有，日本统治下来的话，那中国也建设的，差不多了。哎，你突然又想起来一件事啊，哎，你说今晚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啊。哎，你说曾经日本人在中国的东北建了满洲国啊？曾经日本人在中国东北建了满洲国。哎，很多中国人都跑到那边去打工啊。很多中国人到那边去打工啊。哎，有个词，专门有个词叫“闯关东”。很多的那个各个地方的人呐、啊，比如山东那边的人呐、啊，然后其他地方的人呐、啊，都跑到东北去打工，那边生活条件好，方方面面好。你说，而且听说当时是，建设的是亚洲第一啊，就是经济的发达程度，当时说是亚洲第一啊。当时有那么多的山东人，还有全国各地的人都到那里去打工，而且那里发展经济是亚洲第一。哎。你说在那个地方，人家在过日子，也没有那么多日本兵在那边杳无殃妹子从一条大路上穿过去啊。没有什么。哎，没有那么多日本兵杳无殃妹子从一条大路上穿过去啊。没有那么多日本兵在大路上穿过去啊。哎，对啊，你想想，满洲国是日本自己建立的，自己建立的土地。建设下来的地方也没有那么多的军队啊，那么多的人啊，从那个路上穿过去啊，因为一排有八个人嘛。哎，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你说有那么多日本兵从你路上踩过去也是不可能的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那么多的日本兵从你的路上踩过去那是不可能的呀。啊，而且你说当时在东北啊，就建了电车。电车线路，而且当时在东北建了电车线路。哎，就是那个交通工具啊，也不是那个人家排着队走啊，已经很发达的那个交通了，甚至比那个现在很多地方那个交通还要好啊。所以这么一想的话，越来越不对劲啊！你说这么一想的话，感觉那个抗日神剧越来越不着边际。对，我们赶紧把这些抗日神迹从脑袋里清除出去。我们赶紧把这些抗日神迹从脑袋里清除出去。哎，一说从脑袋里清除出去了以后，哎，那些日本兵也不找过来了。哦，现在看到场景，那些日本兵在往后退呢。哎，脑袋里清掉一点，他退掉一点，清掉一点，退掉一点，然后连那个纸人呐、啊，纸张做的人呐、啊，也就在慢慢往后退啊。啊、哦，哎。你说看那些抗日神迹啊，不但没有给我们带来营养，反而给我们带来了杀身之祸。没有带来营养，哎，没有给我们带来营养，反而招来杀身之祸。哎，你说太可恶了啊！然后说到一个太可恶了以后，然后他就，一点点在往后退啊，一点点在往后退啊，然后退得越来越远，越来越远啊，越来越远，退得越来越远以后，好像同我们越来越没关系了啊，越来越没关系了啊，然后他们今晚说啊，以后我们再也不相信那些，不要相信那些抗日神迹了。哎，对，一边说我们再也不要相信那些抗日神迹啊，哎，然后一上来就看到很多漫无边际的人，没完没了的那些日本兵呐、啊，扛着枪啊，一排就八个人了，一排就横着就横向八个人，那全退走了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啊，没有了啊，哎，然后。
然后你自己心里想啊，我们上当了。哎，我们上当了啊、哦！哎，说完以后，好像，哎，你舅妈不是一直躺在那边啊、哦？不是一直躺在那个，大路上了啊、哦？也没有人采摘他了啊、哦？然后就，哎，然后就慢慢就，人就会好起来啊、哦！现在就，哎，原来是那么多的亡灵压在身上，难怪你说，好像那个挺严重的。原来那么多，现在很多人采他了，哎，明白了吧？哎，这个病呢，所以就归类到哪里呢？就是我临牌当中就讲的40%的疾病是蒋介石引起的，占了40%啊、哦。哎，那么现在你看来，你那个舅妈的病，相当于肚子被人踩了，而踩的人是来自阴间，自己认知出来从阴间吸引过来的那些灵魂呐、啊，现实当中都没有，自己看出以后，然后把那个阴间的东西招来了，哎，明白了吧？所以那些假历史啊不能相信，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还有人相信，还在编造假历史。当然了，现在编的那个方方面面的，粮食有多少高产呢、啊？哪里又丰收了？哪里有多少的好？哎，你如果有哪里有多少好，然后粮食又丰收了，像这样的事情会把原来饿死的那些人的灵魂会吸引过来，因为他那当时没粮食吃嘛。你说现在有粮食那么多丰收，那么多粮食有那么丰收的话，会把那些当年饿死的亡灵会招过来，或者你说那个地方多少好，远远超过了实际的状况，那么那些亡灵误以为真的话也会招人过来，明白吧？所以说，我们对待历史一定要真实。你无论是读了血淋淋的历史，读了残酷的历史，或者读好的历史，好也得尊重事实，不好也得尊重事实。你讲的不管好是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，你只要同历史事实符合，那就没事；如果同历史事实不符合，那么就会招来那些亡灵。明白这个意思了吧？啊、哦，哎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你突然冒出来这个就是有点，出乎我们的想象。比如说吃了什么动物啊，动物来报复，哎，那个好像听起来，就是好容易理解一点。然后呢，听了这个呢，理解的时候没那么容易，所以呢，回头我把录像给你再看看，然后呢，我把那个，原来那个肺癌的那个抗日神剧引起的那个，然后你也看一下，因为我以这个例子为参照，我让你来明白这个，那么你看的那个呢，就更容易理解一点，因为那例呢，这只涉及到三个人格病呢，还比较容易理解。现在呢，就是想象当中人都太多了，那么多人才打不起啊。现实当中没有那么多人，是编造出来以后，一年当中有了这个东西，把阴间的那些纸人之类都吸引过来了。没有那么多人，就把纸人吸引过来，相当于纸人压在身上的话，你很多的纸张的话，也可以把人都压死啊。啊，那么现在就相当于把他身上压的东西解除掉了啊。现在是这么个状况。好，那回头，回头我把那个这个录像给你，那个肺炎那个也给你，然后呢，你就再看看以后呢，就能加深理解这个啊。我理解。对，然后那些亡灵呢离开了，接下来的事情就有点还听听有命了啊，因为那个你如果太晚的话，踩伤了就相当于啊，整个这个症状就是被踩伤的症状。哦。哎，对，这是。现在他们接着过。哎，对，是相当那么多人踩伤了啊，主要踩在肚子上面，从肚子上直接就踩过去了，整个腹腔没有骨头的地方都踩伤了，有骨头的地方现在要好一点，能承重嘛？那么整个一个胸腔有个胸壁有个骨头在，腹腔那边都空的，相当于啊，下面肚子上面。那么多人踩过去的话，就相当于这个踩伤的症状。哎，好。老师，那还需要这边我在做什么吗？这不需要了。这里边千万不要烧纸，本来纸已经很重了，相当于你再烧点纸上，这就是重上加重了。这个一张也不要，一张也不要烧。这个一张也不要烧，但是一年当中你想，哎呀，我们把那个
历史啊，相信了那些瞎编的历史啊，自己没有辨别能力嘛，相信了那些，相信了那种历史，然后呢，就把那些东西自己压在自己身上，你要想到脑袋里想，哦，是我们自己错了啊，所以呢，烧东西烧纸就不用烧了，但脑袋里呢想到，抗日成绩就是激发起人们的那种，激发起那种仇恨来仇恨，所以呢，你说莫名其妙啊，莫名其妙，日本发生什么，台风啦、啊、或者什么，中国人就嘲笑啊，感觉很解恨，就一件那个怜悯心、同情心都没了啊。反过来，中国有了灾难以后，日本给我们捐了好多东西啊，你，又是捐钱又是捐物的，像这次水灾的时候呢，现在大家都不捐了，全世界都不捐了，为什么？大家都嘲笑这个国家，嘲笑那个国家，你这样嘲笑的话，大家都不捐了啊。就大家就是看人家看着神经看多了以后，把人家的同情心都没了。你看着同对外的同情心没了，都是谩骂，对外都是谩骂，都是仇恨的话，那人家也感觉得到。你既然，像那日本人感觉到中国到了这个时候都仇恨，都是来谩骂我，那你有了什么灾难以后，我跟你算什么啊？所以呢，最后的结果是今年的水灾，全世界人都没有人来捐。原来的话，你不要说其他，原来像汶川大地震之类的，汶川大地震之类的，人家的港澳台都捐了好多，连我都捐，从台山那边，我用一项技术换了50万副手套，捐给他们。那现在大家都不捐了，没人捐了，捐了也就要么被摊掉了。另外一个，这个本来救灾就是政府的责任，你政府都不出面的话，那我们还捐什么？当年那个水灾的时候，江主任还跑到那个长江大堤上去，亲自到第一线，那人家觉得你自己都很重视的，你跑到第一线去的话，人家也被感动了。那我也出点力，把大家都愿意捐的，全世界都捐了很多钱，很多物资来呀。你看现在那抗日神剧搞到一个仇恨心肠以后，现在捐款的也没了啊，这个风气越来越不好了，明白了吧？就不是说我宣传的那个敌人多少多少坏以后能带来什么。好的解决，你如果真的有那回事，那你就宣传。这关键问题没有那回事啊，没有那么多的人呐、啊。所以呢，负面产生的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啊，显而易见的，都是对着日本仇恨，但是偷偷的又跑到日本去旅游啊，越是看到日本那边那个方方面面很发达、很先进，然后那个环境也好，这个时候心里越是不平衡啊。那等于当年是有那么多人来请了我们，心因为想那个规模太大了嘛，然后你日本现在你发到这个程度，我咬牙切齿的恨呐，一边去在那边旅游，一边在咬牙切齿的恨，有的人甚至跑到那个中国人跑到日本去旅游的时候，还不断的破坏人家的，跟这边搞一个破坏，那边搞一点破坏，那种仇恨来自哪里？就是看人家看多了，那种仇恨就做多了引出来的，那现实就是这样误导出来的嘛，是吧？那现在就是这样的话，慢慢就脑袋里明白了，哦，这个宪法是要不得啊，激起仇恨来的话，对大家都没好处，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有好处，就一年当中就慢慢把原来的这个认知切换过来。那么切换过来以后，日本那些网民知道，哦，你现在你不认为有那么一回事了啊，那你不认为那么一回事，他那些网民就离开了啊，不是烧纸就不需要了啊，主要是个。脑袋切换过来，然后呢，我把那个原来排的抗日神剧那个给你看一下子。再一个呢，就是你到网上搜搜啊，不要只看那共产党的宣传，说打了多少多少，然后呢，你就对这方面有个认知，然后呢，你就慢慢知道，共产党才打了800多万人，原来人家说一个战友就打个几万个人，原来都吹牛的，没有那么多人可以打的。那么一下子好像那一缩水以后，真的哪来那么多人呢？这想象成那么多的人，一排8个人从那边过来的话，我用血肉之躯要挡住他们的气路，因为人太多了，我要尽我的一分力量要把他路挡住，躺在那边相当于。后来才就是上当了，没有那么多人，过来。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过来的话，就是每个都踩你一下的话，也踩出毛病来了，就，就是这个毛病就是硬件引出来的，是一被硬件的人踩的。他就是他的思想意识投射被假信息，然后思想创造出来的那些阴间的一些不好的东西。
白天人家过来的，一年吸引过来的，然后把，所以那个人家就说了，你怕什么来什么，恨什么来什么，然后这个是，看了看了神就一个，以为是真的有那么多，哎，你既然有那么多人的话，他应届就来踩他了，压他了，啊，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这个。那么你也就知道思路当中怎么样哦，这个原来上当了啊、哦，然后也想到了那些仇恨教育引出来的后果，明白了这些呢，那些灵魂就离开了啊，啊、哦哦，好，那就这样啊，啊，回头，回头我把那个链接发给你啊，好，那先这样啊，嗯。